假离婚真躲债，而且绝对无法令帮你做。我听到你的报告，我对林志的处理无啥有信心。用黑条底的人绝对是袂当用。我头摆餐我都伫我的车嘞。我若想，我刚才在查我餐内面约一个查某囡仔。德顺，大德辉和纪片段拢甲家园有关系，敢讲？你看，我先生，你真甘歹个，你顶厝我无可能互你。 我甘愿甲迄间厝捐去做公益，我嘛无可能留予你这个笨手。哎，咱明仔载咱就法院见啦。这条破链应该对我来讲无非常重要意义，就是你敢袂让我讲？这条破链敢是我送，敢是咱两个做去买，啊，我是咧倒买。为着要保掉这间厝，我干哪会当安尼做？为着要让你女儿入骗，除了配合你，我阁会当安怎？你甲吴家文离婚啊？无唔对。 你就甲阮爸，爸甲影响着阮翁仔某的生活，所以才阮甲我离婚。我的人生上成功甲上失败的经验，拢伫咧我后半场想要叫我翁的时阵有一个结果啊。假使你的感情拢一直行了袂顺，你会当去拜月咯，无得靠会当互你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我毋知，我头拄仔头壳内面闪过一挂画面，我才想到一挂代志。什么代志？我刚才伫餐馆内面咧。 约一个查某囡仔，我有影。你敢有看到迄查某囡仔生做啥物款？阮学长有讲，你是真厉害的骇客。啊，毋知影敢有法度查到，进前阮先生蔡清风，伊伫咧永兴医院是家己的眼角膜光，啥物人？这是我对林志的助理李建华，无啥有信心的。毋是讲报告无够详细啦，是李建华伊的威信、伊的人品。恁只大家去外面探听，就会当知影讲过去。 刘国雄，甚至只要去警察局查一下，就会当查出伊所有的案底。伊根本都毋是你所想的遐尔啊清白，遐尔啊单纯。